大家都忘記啲知青天白日旗嘅時候特別有意義。好，嗱，咁我哋唱呢個《藍天白雲》係嘛？特別係《癲狗日報》當年啊，頭版啊整呢張嘢出嚟。係我個封面咧叫做《國民黨不舉黃玉文扯旗》。1997年10月10日。有冇時間？其實都係冇嘅，不過咧都夾硬啲啲成咧。咁我哋最後一首咧叫《中華民國頌》，好，好，切合我哋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好啦，咁啊，啊有邊啊？有。好啦，咁啊，我都要俾個麥人唱啦，我成塊個麥都唔好嘅，早知道你都要俾人㗎啦。有一個人一定唔肯放個麥嘅，嗰個叫麥業成，係啦。我哋而家中文名啦，即係等佢帶領唱啦。我而家先發現，原來麥賢誠先係麥霸。佢跟住你啊嘛，佢係咪？係啱啊！中華民族幫我哋要唱中華民國嘅嚇，改咗啊嘛，喺大陸。係，所以呢、這個費玉清咧，就最近唱中華喺高雄啊演唱唱中華民族，俾人鬧到撲街，抵鬧。因為喺大陸揾食揾得多啊。結果咧，佢都唔記得，唔知佢唔記得咗啊，因為係要切合大陸嗰個咁樣嘅國情啊，咁啊將中華民國仲咧變中華民族，喂，你識唔識唱啊？麻麻地嘅咋？嚟，肥仔，上嚟，得。等等，肥仔，冇以為。你又叫死肥仔？係啦。叫大肥仔，熟就叫死肥仔，唔識嗰啲就叫佢肥仔。我中文名都係咁走嘅，好。
我哋上前面嗰個弟啊嚟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